咩嚟㗎？你有冇啲乜嘢啊？你瞓着添？我最近新嘅有啲唔舒服啊！好冇事吧？呢支十全大补酒嚟㗎，未见㗎。好难闻啊！闻到咩？入边系啲咩嚟㗎？入面就多好嘢啦。有咩啊？有人参啦，有蜂巢啦，有鹿茸啦，同埋草。你系咪有啲乜嘢啊？其实我最近有啲乜嘢啊？乜嘢啊？但系咁严重嘅话，你就饮呢啲嘢有冇用噶？唔理啊，饮咗再讲啊。 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期嘅生活调查团啦。喺今期嘅节目入面咧，我哋就要讲下补酒啦。因为俗语都有话啦，以药入酒，以酒就饮药嘅。尤其是我哋广东人啦，就好中意呢一个药酒嘅。特别系好似情景剧入面嘅阿捞咁啦，好多老年人咧就最中意喺秋冬嘅时节咧就饮一啲药酒嘅。佢哋就觉得呢啲补酒咧系可以医病同埋强身嘅。 但系其实喺现实生活中系咪真系有呢一个功效呢？定系反而会有啲危害呢？唔知啲街坊平时有冇饮开补酒嘅习惯呢？同埋佢哋对补酒有啲咩认识呢？我哋一齐去了解一下。你有冇饮开补酒啊？好似有啊，因为我屋企人就系做药房嘅。你觉得饮补酒效果如何呢？效果啊，效果就系血色可以好似我咁好咯。 睇嚟咧，好多街坊咧都系认为补酒系既可以养生又可以医病噶。但系咧，我哋头先啱啱接到一位观众黄先生嘅报料，佢就话咧个补酒咧，佢之前都系相信系可以养生医病，但系饮咗之后，佢而家觉得好大镬啊！究竟系咩回事？我哋而家咧就根据微信上面嘅地址啦，揾到黄先生嘅屋企，我哋一齐去佢屋企睇下发生咗啲咩事。 王先生，哎，王先生你好，我是生活调查团的。你好，请坐。开始吧。王先生，你这次请我们过来调查这个补酒，是因为他有什么问题吗？就是之前前一段时间有点不舒服，他说我是气血不足，然后所以我就跟我老婆去买了一瓶这个一整罐这个补酒。 这个补酒里面到底有一些什么药材呢？说是有人参啊、鹿茸啊一些中药材之类的吧。大概你多久会喝一杯这样的补酒啊？刚开始的话是每天中午晚上吃饭的时候各喝一杯吧。刚开始的话喝的时候还感觉还不错，但是喝了一段时间之后，每天都喝了半罐了，就感觉有点不太舒服了，然后包括有时候。 感觉无力。那有没有去到正规的医院检查过你自己的身体呢？有，检查完了说我居然贫血。贫血？对，所以觉得很奇怪，平常身体还可以，所以说想找你们来调查一下。好的，请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帮你找到这一次事件的原因。 王先生在担心自己贫血系因为饮咗补酒嘅关系，嗱，为咗调查清楚佢贫血嘅真正原因，调查员再次陪同王先生去到医院检查。首先，我们介绍一下贫血的概念。那贫血呢，主要就是外周循环系统里面的红细胞、胸蛋白的容量比正常值偏低了的一个临床表现，就为之贫血。那我们国家呢？ 成年男性的指标就是熊蛋白HBE的浓度，就120克每升。成年女性的就是110克每升，还有孕妇100克每升。如果小于这个指标，就谓之贫血了。王先生，中西医的说法是说你的身体功能开始下降，所以造血功能也下降了。怎么会呢？我这个。 酒就是用来补血的呀，而且我也没喝多酒啊。哎，你不用着急，这样吧，我们现在回去把你的酒拿一点出来，然后我带回去做测试，好不好？好，那你走吧。那而家喺我面前咧，呢一罐咧，其实就系黄先生自制嘅补酒啊。
我哋一齊嚟睇下呢個寶酒入面有啲咩先。首先咧，黃先生話咧，呢個寶酒入面嘅藥材咧都係好貴同埋好補嘅。我哋打開嚟聞下。哇！哇！淋得唔得啊？我都嗡咗啦。呢個寶酒咧，真係酒精濃度聞起身真係好大。我聞到都覺得好嗡啦，已經。至於藥材味咧，真係冇乜，所以我哋一定要帶呢個酒翻去測試下佢嘅酒精濃度，睇下究竟有幾多。黃先生就話佢飲呢罐補酒之前咧，雖然覺得有啲氣血不足，但係都唔至於貧血啦。唔通因為飲補酒嘅酒精濃度過高，導致傷到肝臟而貧血嘅？啊！調查員即刻裝咗一部分黃生嘅補酒翻去測試一下酒精濃度究竟有幾多。嗱，呢一瓶咧就係我哋喺黃生屋企帶翻嚟嘅補酒啦。呢個咧就係我哋測試用嘅量桶，我哋而家就測試下佢嘅酒精濃度究竟有幾多。哇！原來咧呢一個補酒啊，佢嘅酒精濃度竟然係高達40㗎，即係話咧比我哋平時喺街邊買嗰啲白酒啊仲要近啊！睇嚟咧飲完佢之後，我真係可以直接翻歸頭啦。它的酒精濃度太高了，損傷了肝臟，或者它本身肝就有問題，再喝一些酒就傷害了肝臟，那麼對它的造血能力、儲血各方面可能造成影響。專家就話，補酒入邊嘅酒精濃度過高，都可能會令到肝臟受損，導致貧血等嘅病症。而且並唔係每個人都適合飲補酒嘅。嗯，有些人本身就不能喝酒，好像酒精過敏啦，還有孕婦啊，還有，胃啊、胰腺啊，有疾患的，還有肝病啊、心血管啊，這些人都不太適合以喝補酒。那如果普通市民他自己也想喝补酒，要怎么喝才会健康呢？普通市民想喝补酒，对，平常。那么我们喝酒呢，最好是少量，少量就可以，和气、和血通络，还有消愁、助兴。多了呢，就伤胃了、伤神了、耗血了、动火了，会生病。病它有很多种嘛，看自己生了什么病，不能动不动就以喝补酒来作为一种治疗方式。补酒只能作为是一种调理呀、啊，或者是补益作用，这种比较合适一点。喂，阿罗啊，我同你讲啦，原来啲补酒啊，最多只可以保健嘅咋。你想医病嘅话，冇乜效果噶，饮多咗啊，反而仲伤身添啊。嚇！原來係咁啊！係啊，唔怪之得我呢兩日飲補酒嘅時候咧，個頭成日痛啊！睇嚟我都要幫一定睇醫生先得啊！係啊係啊！所以大家咧就唔好期望飲補酒可以醫病啦，而且飲用不當嘅話，可能反而會傷身。自制藥酒竟然變成奪命毒酒。有新聞報道，鄭州一名27歲嘅男子飲咗幾啖補酒之後，竟然中毒送醫不治身亡。而且佢飲嘅補酒係朋友媽媽自制嘅所謂治療關節炎嘅補酒。而另一邊喺黑龍江，有兩位身壯力健嘅40歲男子都係因為飲咗自制嘅補酒而喪命。而呢兩單案例中嘅主人公飲嘅補酒入邊都含有一種叫做草乌嘅药材，唔通问题就出喺呢度？我们的草乌呢，是在中药里面是用了很长时间的历史，但是生草乌呢，它是有含有很毒的成分，它的成分叫乌头碱啊、赤乌头碱，还有新乌头碱，这些生物碱都是属于二铁双酯型的生物碱，它的毒性是很强的，它主要的毒性表现在心血管方面。就会造成那个心律失常，然后会休克甚至死亡。它的治疗量0.1毫克就有效了，那么极量就说是最大限度的用量是0.2毫克，超过了之后就会出现危险了。那它的有效成分也是它的毒性成分，所以要比较慎重一些。
芋头碱是存在于村芋、草芋、附子等植物中的主要有毒成分，它会损害周围神经，引起心率失常。专家都说口服芋头碱含量绝对不可以超过 0.2 毫克，但民间流传草芋、村芋可以治疗风湿关节炎，缓解神经疼痛，所以很多人都会买草芋回来浸酒的。那究竟单纯用酒来浸泡可不可以去除药材中的芋头碱呢？我呢就已经买了两份草芋返嚟㗎啦，因为网上呢就话草芋只要煎三个钟嘅话，入面嘅芋头碱呢就会完全消失。究竟系咪咁？我哋进行一个对比测试。我手上嘅呢一份草芋呢就諗住煎三个钟嘅，而呢一份呢就斋煎半个钟嘅啫。煎完之后呢再将佢哋分别浸酒，睇下浸完酒之后入面嘅芋头碱究竟仲有冇超标。我哋即刻去试下。我們現在調小火一點，然後呢就等它半個鐘，半個鐘之後回來我們就看看究竟會變成甜。現在半個鐘就過了去了，我們立刻去看看半個鐘那份草芋煎成甜。要煎三个钟嘅，咁我哋等阵煎完之后攞去浸酒，睇下入面嘅芋头碱咧仲有冇超标嘅。三个钟了，我们一起来看看它的成果究竟是怎样。现在呢所有的浸酒的材料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就分别将那三个钟的和这半个钟煎好的这个材料分别倒入樽里面，再加上我们的米酒。咁然之後咧，我哋就開始黐標籤，以免我哋到時搞亂咗半個鐘同埋三個鐘嘅草芋。我已经拿着两樽浸了一个星期的宝酒来到了广州中医药大学这里进行检测的，而我手上的这一樽入面的草芋是煎了半个钟的，而这一樽入面的草芋是煎了三个钟的。大家可以看到煎了半个钟这个草芋浸成的宝酒颜色很明显是比这个煎了三个钟的这个草芋的颜色是要浅很多的。咁究竟入面嘅芋头碱嘅含量仲有几多呢？我哋而家事不宜迟，即刻去俾检测人员检测下先。我们拿到这个药酒呢，我们首先就把它的成分给提取了，提取它的成分之后，然后我们就根据药典的规定还有它的方法，采用高效液相进行它一个含量测定。它这个含量测定呢，我们就会跟药典的要求进行比较，因为药典对芋头碱的限量是有规定的，是0.02%到0.07%之间。好啦，依家就开始检测芋头碱嘅实验。检测人员首先将保酒样品放喺通风处下，做好标记，然后将样品嘅酒精蒸干之后，再用混合试剂提取入边嘅生物碱，然后进行超声处理。在经历了保重、再次蒸干、过滤等提取步骤之后，检测人员就将样品摆入了高效液相机，测定样品里面的芋头碱含量。自制补酒的那个检测结果出来了吗？哦，出来了。
这个补酒没有检测到有毒的双子芹生物那个乌头碱。制作补酒呢，这个在我们民间里面是非常常见，但是尽量一定要选择我们国家规定的既是食品和药品的一些药材。现在我们国家在目录里面大概是有87种，比如说我们常用的枸杞啊、党参啊、淮山啊、人参啊，这些都是里面它所可以使用的一些药材。那所以其实是不是最好不要自制补酒？哎，没错。嗱，專家都話啦，最好唔好自己喺屋企自製補酒啊。點解呢？因為如果補酒入面有啲村烏啦、山草烏嘅話咧，分分鐘啊，毒死你添啊！切，我呢支都唔係自己整嘅，出去買嘅咋。呢支入面咧就有人參啦、鹿茸啦，冇嗰啲咩村烏同埋山草烏噶，飲咗冇乜事嘅。係喎，如果咁講嘅話。村烏、山草烏啲咁毒嘅嘢，唔知而家出面仲有冇得賣咧？如果有嘅話，入面又會唔會有烏頭鹼咧？0.2毫克嘅烏頭鹼就可以導致中毒。大家喺外面購買補酒嗰陣，如果發現補酒入面係含有村烏、草烏或者附子呢啲藥材，咁就要小心啦。因為有毒嘅烏頭鹼就係存在於呢啲植物當中嘅。咁為咗了解市面上賣嘅補酒係咪含有烏頭鹼，調查員決定先去一啲藥店進行暗訪。調查員是但行入一間藥店，揾到咗幾種補酒，驟眼睇好似呢啲補酒嘅成分都係唔含有村烏、草烏或者係附子嘅，咁唔通真係冇得賣嘅？呢個時候，我哋調查員留意到一支冇寫成分嘅酒，就要呢兩個，呢兩個幾靚啊，最靚啊，膽都最靚。阿姨啊，佢入邊係有草烏定係咩嘢？睇下邊個好咯。佢入邊係會有草烏嗰啲嘢係嘛？嚇！入邊係會有草烏嗰啲嘢，呢啲絕對有村烏草烏嘅，風濕肯定有呢啲嘢。我就嗰度有㗎，嚇！我就主要係驚話佢嗰啲烏頭鹼有毒咁樣。即係聽人講入邊有烏頭鹼有毒，唔知嘅。咁佢係啲毒性係去曬㗎嘛？嚇！佢啲毒性係去曬。去曬嘅，你唔使驚。藥店老闆就實牙實齒咁話，就算含有草烏同埋村烏，但呢啲補酒都係去過毒嘅，飲咗絕對唔會有事。咁自信，我哋嘅調查員即刻買支翻嚟送去檢測機構進行檢測。我今日又嚟到咗廣州中醫藥大學呢一度啊？點解呢？因為我手上呢一瓶補酒咧，就係從藥店入面購買噶，而老細咧亦都係同我講話入面含有草烏，但係完全冇毒性嘅。究竟係咪咁咧？我哋即刻再一次將佢交俾專業人士檢測一下。同上次一樣，檢測人員將調查員買翻嚟嘅補酒提取樣品進行烏頭鹼含量嘅檢測，唔知道今次實驗結果係點樣咧？同自製嘅草烏補酒比較，買翻嚟嘅補酒會唔會更加安全呢？我們買回來的那個補酒的檢測結果怎麼樣呢？那個也沒有檢測到有毒的雙子芹烏頭鹼。是不是買回來的補酒會比我們自己製作補酒要安全呢？买来的补酒它是经过那个药厂生产经过测的，但是补酒它是有功效性的，很多补酒都是 OTC 甲类的，它必须在药店的那个执业药师或者药师的指导下购买使用的。因为普通的观众他是不知道各种补酒的功效是怎么样的，所以喝下去的话很容易出问题，有一些不良的反应，所以观众们不要随意的自制补酒或者是购买补酒。睇嚟，如果系用草烏做藥材嘅話咧，無論係自製補酒定係買翻嚟嘅補酒，都唔係十分可靠嘅。咁唔通一向被認為係醫風濕嘅神藥嘅草烏，真係唔適合用嚟做補酒嘅？草烏呢，它是個有毒的中藥。那麼在我們國家這個衛生部原來規定的，現在叫衛計委原來規定的一個目錄裡面，它是屬於禁用于这个保健食品的一个物品，所以是绝对不能用来泡酒的。咩话？原来草烏是国家规定不可以用来浸酒的。睇到呢度，好多观众可能会问：咁我买草烏翻嚟唔浸酒，用来外敷咁得啦啩？我建议，如果在使用过程里面，不论是外用还是内服，还是要征求一下临床医生，在临床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使用为好。其实除了草烏浸酒，其他类型的补酒治疗功效都很有限，而且要慎用的。在秋冬时节，那我们到底应该怎样进补呢？秋冬进补最好是以比较平和，药性比较平和的
物品做一个底补，就是先把补进入寒冬的时候，先前面的一些是补。那么这些呢，就用一些药食同源的那些药材，好像是当归啊、枸杞呀、啊、党参啊、百合呀、啊、山药啊、盐肉等等之类的。那么最好就是用食物来补了，因为药毕竟是药三分毒嘛，它药吃多吃少都还是有起到治疗作用的。那我们食物呢，就是很平和的食物，很平性味比较平和，可以长期食用。那么好像我们吃的鸡鸭鱼肉蛋之类的这些东西，都可以作为一种能量补充吧。調查到呢度咧，其實大家都可以發現啦，無論係自制補酒又好，定係喺出面買補酒翻嚟飲都好啦，其實呢個醫病嘅效果咧都係有限噶，而且咧風險好大噶。補酒咧就唔係人人都適合飲嘅，但係咧去到醫院嘅話，醫生咧就會根據唔同人嘅體質啦，開出唔同嘅藥方嘅。所以咧喺呢度都係要提醒下大家，如果身體有問題嘅話，記得乖乖地咁去到正規醫院接受檢查啦。好啦，節目時間到咗呢一度咧，亦都差唔多啦。不過最後都係要提醒下大家喎，記得參加我哋嘅有獎問答環節。下一期節目同樣時間再見啦，拜拜。